哇，又一只长手虾。本节目由乐师傅家具高雄馆、深意行咖啡赞助播出。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海瓜子。今天的开头不钓鱼，不钓虾，因为我今天要看新家啦。那今天位于来到桃园中坜的哦，明进汽车哦，那这边是 MG 的那个展示，还有一个服务区。那今天也非常的感伤，因为什么？我要跟我的小红告别啦。这一台小红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它是我当年从专案助理教授转为专任助理教授的给自己一个礼物啊！哇，它已经相伴我10年了哦，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有点感伤啊。那不过也是因为 NG 哦，最近有寄出不错的一个换车方案。所以让我下定决心呢，来换一台新车啦。那再加上呢，小瓜子的出生哦，让里面的那个空间啊，需要再更大一点。好啦，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去来看我的新车咯。Let's go！ 好，那我今天来到 MG 的里面啦，我来带大家看我的新车。噔噔，这就是我的新车啦！你看，哇，这超大可爱的啾啾，哦，我的新车啊！以后咧，他就跟着我哦，继续的上山下海哦，给大家拍更好的影片。那这整体的空间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MG 的内装啊。对。大家来看看，哇，整体的内装，哦，跟一般的 YouTuber 所介绍的都是差不多，哇，新欸，新车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那它的后座也是非常的宽哦，你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换这台车，就是因为哇。有没有看到后座几乎是躺着睡了？这空间呢、啊？有没有看到我178公分？你看两个一个半拳头这么高、啊，那你看高度，尤其是哦，你大家来看一下天窗啊！哇，身为一个户外钓鱼人，这个天窗就是钓完之后真的是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空间呢、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签约状态。那等一下也会稍微介绍一下里面的一些设备以及如何操控。好啦，我们签约去咯。我们完成所有的交车手续啦，那这次也非常谢谢我的负责我的业务我们的詹先生，那我们来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园巴德所的销售顾问詹家琪。对，如果各位有 NG 任何问题的想试乘，还是对车子有疑问想了解的话，都可以联络我。对，我会把他的名片放在下面哦，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其实我们在从看车、买车，然后到现在交车，其实詹先生真的服务到家，就是包含有一些小问题啊，我们中间有去讨论很多东西的。重点是呢，他帮我省很多钱。
原本从配件8000嘛，然后到16000，各位可以想象一下16000的配件有多好嘛。哦，你加个3000-5000的，几乎你整车已经是全配了。我相信在如果大家对车子啊，不管是 ZS 啊、HS 啊，甚至现在最夯的 MG4，我们找詹先生就好了。听说MG4 还没上市，他已经签了好几单了。哦，所以大家目前如果有需要的话，真的，我强力推荐来到我们巴德服务区来找我们的詹先生。好啦，那我们就要开着新车去干嘛呢？等一下再告诉你。好，那因为我签完车之后啊，我就去在那个 MG 巴德服务区附近的一家长虹隔热纸哦，贴一下隔热纸，因为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不贴真的是会热死人哦，所以刚好嘞，那个巴德 MG 的这个服务中心嘞，对面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巴德休闲钓虾场哦，来这边一边钓虾一边等一下哦，顺便今天开箱那个志哥手作第二颗的阿波哦，就是来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一颗，绿色的这一颗。哦，那这一颗的话，它是奈米，哦，2.9分。那杆子呢，也是一样，用虫虫工绑。那等一下，今天母虾、公虾、母虾等等，好像都差不多啦。好啦，不然我今天来挑战一下钓公虾好了。哦，好久没有钓公虾了。OK， 那我们就组装一下，等一下就开钓咯，待会见。好，那组好啦，今天就是用竹筒饵，然后搭配志哥手作。好，那饵料的话咧，都还没准备好。饵料的话就是我的海波浪啦，目前已经有几家有一家店家在做销售就是在土城的烤虾钓虾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购买数量不多啦，因为只是试卖而已。好啦，那今天钓公虾2个小时，我们就来看钓况如何啦。哎呦，开壶了，不好意思啊，空钩打到虾子啊，哎，开壶嘞。叮咚叮咚，入账一只。哦，拉了一下。公虾需要时间等待呀、啊。吃的打嘴皮子哦，他们这边公虾的体型还蛮不错的，差不多一个手掌宽哦，大概有20几公分的吧。OK， 哦，不错，第二只了。五个姐姐
后钓中一只虾，给大家看一下这只有多大。有没有看到？哇，这只虾也太长了吧，几乎是手背长。哦，还好刚刚是勾到它的螯的边，它没有断，真的有点，不然真的是就断根了。叮咚叮咚。哇，又一只长手虾。来结算一下今天成果如何？两个小时，累砍砍，来砍砍。好了，我要回家。谢谢。两个小时。那虾体其实还蛮大的，我钓只两只手背虾，手超长，可能那个手就有一两。很活泼啊，太活泼了这只。我们来看多重，有两斤呢，没有，一斤多，一斤六两，一斤六两。好了，两个小时一斤六两，我现在太阳这么热，真的不好钓。好了，我要来。看我的新车，嘿。
回家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做订阅、按赞、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就聊到这边喽，拜拜。